兄弟们，今天要做极光了啊！今天要做极光的，上次不是做极光之后手上血在炸吗？今天我带一点那个扎带什么玩意的，以防等一下又下雪。装点这个玩意的，装点那个纱布，装在里面来带过去。他们有的时候做激光没用，但是还是要做啊，还是要相信医生的呀，不能相信无业游民的呀，是不是？这里真的很严重。好，你看今天这么冷，我穿个短袖，没办法，等一下不然做激光不方便，兄弟们。现在准备出发啊，预约的2:30。哎，不知道要不要排队，上次反正是排队的，但我在等车，马上来的。有些人说做激光没用，有些人做激光有用，哎，管他的。再做个1年我也不做的，没有这个毅力做的，搞扛不住的，兄弟们，扛不住的，就说坚持1年。正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今天天气良好啊。现在我们来到医院了啊，现在越来越熟了，以前还要问人，现在不用问人了，哪里我都知道，熟门熟路。现在全部是人的。到了，听病人说啊，照样的，今天不用拿票。今天没什么人呢，星期没什么人，平时好多人呢。今天只能那里做激光，这是去拿药。同样的伤口，以前过来便宜，现在过来贵了500块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做激光，上去现在，这个月比上个月要多收500块钱了，兄弟们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要过年了？现在是敷的麻药。这是一只手，这是另外一只手，啊，交心了，10分钟，搞5分钟再回去，快点，都红了，就是怕疼，知不知道？等一下很疼的，激光不是一般的疼啊！等下手上全是血，全是煞的，现在我要把这个洗掉。现在洗了这个肉啊，这发黑了，兄弟们，发黑发紫了，麻药的效果是这样子的。现在过去做激光，能打激光的人，全是血。随便帮一下，帮他把我衣服搞出血的，我得搞一下啊。今天我去做激光，医生说你的脸没毁容哦，还可以。他说我的技术还可以吧，确实可以。我庆幸我在深圳，不是在我们湖北，不然的话脸肯定也增生了。脸的那个样子恢复到这样子可以了，兄弟们。事宜办完了啊，耗时2-3个小时，哎呀，不容易。今天有点暖和，今年天气升温了，有点暖和，脸上已经又那个了，有点严重了，叫先回家。